今天来到武汉周边的一个叫朱冲水库，这个水库呢有接近100亩，实际上是一个黑坑水库，老板在里面会放一些那个翘嘴，让供大家钓友在这里钓，当然这里面有可能也会钓到青鱼，所以这个水库环境还是非常好。今天选的一个钓位是靠近这个柳树旁边，这个水库离武汉比较近，玩的人也比较多，而且水库老板人挺好，这就是水库老板。由于这个水库限杆8米1，所以我今天用的是8米1的铅穿鲤这个杆子就是抛头会比较方便。然后呢我是钓翘嘴，所以我选用的子线很长，大概有1米8到2米的子线，对折绑好的一副子线。当然这个子线的钩距按道理来说它应该在10公分左右，但是我由于我今天这个钓点我准备钓离底，因为这个钓点大概只有3米深左右，所以我们在钓翘嘴的时候一般是在水特别深的地方去钓的话，我们都会钓半水，但是对于水深在3米以内的，我们一般会采用的方法是钓离底，所以在钓离底的时候我钩距都不是特别大，大概在5公分到6公分左右，因为钓离底有可能还会钓到一些底层的，比如说草鱼啊青鱼啊这样之类的。今天采用这个玉米来钓翘嘴啊，在这个玉米钓翘嘴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在这个玉米窝料里面削一部分这个新鲜的这个买的市场上买的这个玉米，削这一部分玉米呢，第一来就是这个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这个新鲜玉米鱼也挺爱吃，在这个玉米窝料跟它一对，一样一半，这样两样一对的效果就是第一，这个幼鱼效果比较好，第二就是也节约一下成本啊，跟钓友节约一下成本，每抛一杆打个10几颗，钓饵就采用这种瓶装的这个钓饵啊。好，我们开始去钓鱼。做钓的时候先用这个浮漂找到一个大概的底，然后定好位以后，我们就会用勺子打这个玉米，打一点窝，也不用打多，大概打10勺子左右啊。前面5勺子你可以打满一点，后面5勺子你可以打半勺子。哇，这附近底下这全都是别人钓鱼的线，都挂上来的，这看来这里有大鱼啊。钓翘嘴一般的钓玉米的话都是甩大鞭啊，这种甩钓大鞭的钓法，那么这个浮标的克数就不能太少了，一般的都会选这个5克6克7克这样的浮标，因为翘嘴可能个体比较小，但是它在那个吃玉米的时候它的动作是很凶猛的啊，它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它都会拖着走。开张啦，第一条。哇，这翘嘴有点大呀。这么大个抄网，我这。哇，今天第一尾啊，翘嘴这么大，这1斤多快2斤了，哎呀，连杆了啊，哎呀，这个小一些，第二尾啊，
这翘的真的还可以。这个钓翘嘴就是要不停地抛头，你每抛一杆下去，你就要打一个小勺的窝子。你刚开始钓的时候，它可能是半天没有来鱼，但是翘嘴一旦来了以后，你可能会连杆。有口了，都小的吃一口就不吃，来了。哎，空了，这么好的信号打空了。现在这个也蛮好的一个信号，它打空了。打空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玉米挂的比较大啊，所以我下一杆我就把那个玉米上上去以后，用剪刀把它剪一下，剪小一点，剪小一点，它的空杆可能会就好很多。我来试一下啊，把它剪到一半。哎嘿，不喝茶也不喝酒，把抄网拿过来噻。这剪刀一剪一下，马上就中鱼了。其实这个翘嘴对于这个玉米来说，根本。这么大的翘嘴，多大的玉米它都一口吃下去，关键是它现在这个鱼有点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玉米要搞小一点。我现在 2.5 的线，如果要换成 1.5 的线，中鱼率还高一些。哦嚯，这把紫线换小了一点之后，一口马上就打中了，你看呢，吃到喉咙管上去了。紫线换一点小一点之后的效果马上就来了啊，一斤多。哎呀，啊，这翘嘴点子还可以啊，这第十条，这换了紫线以后，就空杆就变得很少了。哟，上树了，这个时候不能这样搞，你如果再这样拉拉杆尖子，马上就断了。这个时候只能刨，刨到远远的地方，越远越好。刨到很远的地方去，顶多紫线断了，杆尖子是不会断的。因为这个时候杆尖子这，哎，拉下来了，看到没有？杆尖子没事儿。如果你再进去，你就想把它一拉下来，这个时候杆尖子一受力，你一打，噔，掉下来两节，一节半，其他还在手上拿着的。我们钓了大概五六个小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鱼货啊，那，这现在大概十几条翘嘴。这大的大概有三斤多，这大的有三斤多，小的大概也有一斤多，这个样子啊。这个大概十几条翘嘴，大概这个二十斤鱼不到，十几斤。二十斤鱼对于两百斗来说，这肯定是已经轻松上岸了。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是鱼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来钓上岸还是没有问题。毕竟这个翘嘴个体挺好，也这么大的鱼也好吃。也好值钱啊，所以有空这里离武汉市也不远，有机会还是可以来玩一下啊。碰上天气好发鱼的时候，有可能钓100多斤。